这鸡腿也太香了，后骨，再来一个鸡翅。取好啦，回家这个风筝的刮得我凿不住呀，好好看呀、啊、我们小区都装上这种灯 nice。这里、对，谢谢。非常机智的我点了 KFC 他们家的金春桶。现在呢，我就是把它们全部摆出来了。这个摆出来也把我吓一跳，这也太多了吧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先把这个可乐倒到杯子里面喝，生活的仪式感。来喝一口。哇，超冰凉。里面还有冰块。那呢，我们先从这个小的鸡腿开始吃起。最喜欢吃肯德基他们家的这个鸡腿了。幸福的味道。这鸡腿也太香了，后骨，再来一个鸡翅，太好吃了！不行，我中了炸鸡的魔咒，我还要吃这个，这是一个大的鸡翅，大鸡翅没有小鸡翅好吃，因为大鸡翅里面的肉有点老了。最后一口。脱骨，再来一个奥尔良的鸡腿，我真的超级喜欢吃奥尔良口味的。妈呀，这怎么宝藏鸡腿？大家来吃一个蛋挞，完美的诠释了外焦里嫩，里面真的超级嫩，然后外面皮很脆。美味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试一下这个红豆派，真的是满满的都是红豆。外面的皮很脆，里面的心也是超甜的。最后一口，奥尔良的小鸡翅也不放过。小鸡翅也是长得很香，再来吃一个这个原味的鸡块。就是我个人更推荐你们吃小鸡腿那种，因为我觉得这种鸡块里面肉都会比较老。来一口这个鸡腿，完美脱骨。最后呢，我再决定吃一个汉堡收场。然后汉堡呢，我吃的是这个麦辣鸡腿堡，就从小到大都喜欢吃这个口味的。中间的鸡肉还是超级的脆，最后来一口，这顿肯德基把我吃爽了。然后最后呢，再喝一口可乐，打了饱嗝，好啦，兴奋的满足呢，到这就结束啦，希望你们喜欢，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，爱你们哦。